家人们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体质啊，就是说咱原来的那个，哎呀，眼睛有点疼。就是说咱原来的那个版本的是，我平时用那个手机上口袋，但是它直不了播，然后我就专门就是还有一个。反正就是闲置的手机，平时用它直播，结果吧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它也闪退，就是点进口袋都是没问题的，然后一点直播那个钮，然后它就闪退，所以我现在搬出我的第三个设备，我的 Pad，陆续重回 Pad 直播，哇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咱也不知道是啥体质，累了累了。他就是直接咔就闪退，每次都是屡试不爽。用电脑太麻烦了，我用 Pad 直播也行，挺好。我就是觉得太麻烦了，每次都要重新换一个设备登录，然后直播完之后再用我本来的手机登回去。谢谢 Panda 的荧光棒。我热，我挺暖和的。我现在穿这个感觉挺暖和的，没发现超话，为啥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为啥又白待一个月？咱是反着用的，可以网课啊！我怎么到？我为什么没发进去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特意点在超话里边发的呀。哎呀，而且你看我这个微博上面还带着张月明超话的这个东西。是超话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而且这上面显示我发帖数是三，只是它没有显示出来。没有，我平时都是那么发的，好久不见。谢谢，这今天张学明不会再给你的恶魔头饰。你看我的考核进度是良好耶，我发了三个帖子。谢谢小周的糖果，谢谢你的喜糖。我应该这样才能给你们看到，是不是？真的显瘦，显瘦吧，他也是那种病态的瘦，他也是那种病态的瘦啊。咱们为了显瘦，买那种专门有那种瘦腿的袜子，都、就是披着鸭皮的鸡。我是个混血，我是混血，就是我有鸭的皮肤和鸭的嘴巴，但是我有鸡脚。暖，特别暖和，相当暖和。对不起，谢谢蓝莓派老师的糖果。你还是来了，老师眼皮也看直播呢，你胆儿可真大呀！上次跟您说，号号需要写。好的，让他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看网上都很火，就是之前在抖音里面就看到过，然后。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买，后来就是说我怕我买的那个我 cos 的衣服到不了，就又买了一只这个鸭脊，嘎嘎嘎嘎。
帽姐挺好看的，谢谢。对，可以当睡衣，就是往上一披就可以走，但是它还是有点不方便啊，不如那种系扣的方便，因为它得套头。汉墨片，哦，我要是会手语就好了，可惜我不会。嗯，今天吃饭的时候，因为看最近在那个朋友圈看到有人推荐嘛，今天吃饭的时候看了那个国王排名，真的好治愈啊！对，我会 take 不懂，确实。就因为说起手语，就想到了国王排名。没有人看，对。然后，但是他因为他更新的好慢呀，他一周只更新一话，于是晚饭吃饭的时候，就是想着，然后又想到了以前初中的时候，我闺蜜她特别喜欢看那个动漫叫《夏目友人帐》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晚上吃饭的时候看了那个，谢谢孤寡的糖果，我是会员，我能看到第三集哦。对对对，就是好像是很久以前的，是不是？才开始看，才看了一话，因为看了一话就吃完了，没有，一共六集，这么多呢？我以为只有2集，还有电影，好家伙，那够我吃到明年了，不是？够我看到明年，我咋演你了？对了，你是放在外边吗？放在外边被压歪了。哎，好奇怪呀，为什么我用……哦，知道了，是不是直播间的？在直播间里面，他的那些你们名字的标都会在名字前面，但是在留言板，你们的标是在名字后面。嗯 大家咋都 emo 了呢？自从学会 emo 这个词之后。天呐，心疼了！情侣衫儿，臭情侣，臭情侣，救你我救不了你，你谁能救你？谁都救不了你，你得现在马上关上我们的那个啥，关上我的口袋直播，然后快点去死！记得，记得，就是那个什么。什么心只有一个，但是爱可以有很多份，是吗？谢谢，这个小歪猫的玫瑰花，煮泡面，煮泡面对身体不好呀。我不欣赏他了，我不欣赏他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不欣赏他了。谢谢海王的荧光棒。我以为他要写股圈的 CP 文。你看我厚吗？你看我穿的够厚吗？天呐，我昨天晚上还做梦，梦见海啸。天呐，虽然之前也梦见过。是呀，真的是，就是一觉醒来，突然自己变成自己，就是被封锁住了，这种感觉太难受。今天是一个保暖的状态，今天是一个酷呀。酷伊丽莎白鸭啊！咱虽然穿着伊丽莎白鸭的衣服，但是要维持个酷盖的姿态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也累，但是我就控制不了啊。第一次赶上直播，那也是真是太不容易了呀。而且每天都是做，感觉得有三个至少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哎，我觉得可能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吧，并不是。以前很怕自己的梦有预言性，但是后来发现并不会，就是很多时候是白天担心的事情会做梦的，然后就很害怕。再床上起不来怎么办？那你就再睡一觉，睡醒了再吃。7号还是起士，不过是苹果味。我给老师发了预定信息，他完全没有理我。可能他也比较忙吧，最近安排很多事情。哦，那确实是，就是很难赶上，我的时间点也是比较不固定的。
你听到啥词儿就点一动，谢谢还有那根棒。哦，预言呢？我知道了，我这个反射弧有点长，连着梦的声音关系都会大啊啊！怎么会这样呀？这个徽章还好你没有，这徽章真的有点奇怪哈。是这徽章的意思是不是大王给大家跪了？嗯，那是因为你白天一直在想他吧？一看你就好几个推，你看你都说你的推，而不是说梦见我，说明我不是你唯一的推。我理解，我非常理解。Hello，晚上好。但凡他动一动，笑死，太费劲了，太难为大王了。嗯，是吧？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很阴，就是好阴间呢。看大家，哎呀，怎么看不出来？其实我今天画这个，哎，我的笔呢？我其实用的是一个紫色的眼线笔画的，虽然它看起来是黑色的。这是个帽子呀，这是个帽子，这是个冷帽。补上鸡腿做梦呢，确实我也没看出来。嗯，是画的呢，用于了，加油！那你还快快不专心去写，看我的双眼皮，哎呀，我的内双像是贴的一样，这边。你领到鸡腿了，天呐，不会他是分等级发的吧？七级、八级以上的领到鸡腿。啊啦没有，我瞎说的。我看他说，我瞎猜的嘛。那就应该是他可能是骗人的。呀，今天没放歌，有没有感觉少点什么？我还真信了，我以为放点什么歌听呢？不好意思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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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中国人不骗中，就是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嗯，把中国人不骗中国人打到屏幕上。哦，越南人，越南人出击，你是阿富汗人最好使了。比尔克洛夫斯基听起来怎么也不像是阿富汗人，怎么也是那个成员好像不确定，你马来西亚人？哦，嗯嗯，好。你是海王星，我是冥王星的。你乌克兰人是吗？那我问问托托认不认识你？你冥王星，你我不认识你啊，哦！你别在这说，你是几明星？跟大家说，我特别聪明，把那个我们寝室的那个门不是有个窟窿吗？有俩窟窿，我就是找了点泡沫纸塞到下边那个窟窿里，把它堵上了。但是上面还是空的，但是我就是那些泡沫纸又没办法在里边完好的堵住那个窟窿。之后。我室友太牛了，他找到一个绝佳的方法。我的一个小的玩偶，一个小熊，他那个屁股正好能放到那个方块里。就是说，大家下次，就是下次有成员来到我们宿舍门口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一个小熊屁股在迎接他。希望这只小熊熊能原谅我们。谢谢司机叔叔的荧光棒，谢谢孤寡的荧光棒。你在剥柚子？有画面了吧？他笑得可开心了的那个小熊。锁刚买，今天下午买了一个。我会就是说，等锁到了之后，我会好好对他的，我会给他买一件小衣服穿。哎呀，说起小衣服，还有我的。我之前买的小玩偶的衣服，
我们锁门锁呀，我们宿舍现在真的是就是寒舍的感觉，小熊的反图，我现在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眼了。哎呀哎呀、笑死，怎么转过去了呢？啊，对不起，我的 pad 壳把摄像头挡住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笑死了，他可开心了呢。我，哎呦，好了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我的笔原来在这里。没有，是我的 pad 壳把屏幕挡上了，露视频，笑死！现在好了，蹲坑。确实啊，我给他准备点纸抽放边上，穿这个有点热，但是还挺暖和的，就是不会冒汗的那种。小张老师太大了，那个窟窿没那么大。小张老师的帽子，他的那个小张老师有这么大，他的帽子能放到窟窿里。因为我把它叠起来了呀，我把派的课叠起来了，就是那种能折叠的。对。想看小张老师。哎呀，你们真会跟我找事儿干。他有几个人想看小张老师，要是人多的话再去呢，现在有点懒得动。哇，谢谢海王的荧光棒。怎么这么的啊，犄角出动了哦。耶，我们宿舍的东西全是太多了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。那让他播吧，你看他多大，他头比我大多了，他头能装下我三个头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不戴帽子就好了呀。这个看眼微博怎么了，你在我微博下面泰迪熊，哪里有泰迪熊？对呀、啊，这也太大了，就他这个帽子比较小，他这帽子能放在空调里，跟那个熊的屁股一样大。我不是，我那个时候穿着的那个鞋是那个鸭掌吗？它是太滑了，在地上打滑了，我直接差点劈了个叉子呢。哦，你有只这样的泰迪熊，让我看看古怪发啥损图了。哈哈，笑死我了，救命！我把它调亮。圣诞装没有呀，我画的不是圣诞装呀，我就是突然过完万圣节之后，整个人爱上了往脸上画东西，下次再写，在上面写。不说了，写几个字，招财进宝，下次让化妆师姐姐帮我画，帮我写四个字。哇，钱老师谢谢，辛苦了。哦，真的呀，不错，那是跟我同款的，因为我这个就是他送。再见，你快点去吃饭吧，不想上班。那不行，写暴富啊、哦，暴富也不错，暴富的话应该写在这儿，暴富。我不是说觉得招财进宝比较难为人吗？得拿一个那种超细、超级细的笔才能写。然后让我们吃口桃子啊，来张嘴。
好软和呀，真的很舒服。不错。现在居然才7:51，也不会有人没吃饭吧？商标，你玩偶嘛，我就不会就是抱着它睡觉，所以就不会剪掉。是吗？那当然是选择学习了。知道了。去吧去吧。真的吗？你学习多好呀。等你学习好。4级加油。这么快就要考4级了。是吗？12月吧。还是11月。好像也可以点呗，点起来有人吗？刚才海王不是给我送了我们12月4日，点呗，我会唱就行。快乐崇拜我找着啊。咋没歌词呢？啊，这版没有歌词。什么有原因？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先快乐崇拜。包袱的请跟我来。哎呀，谁呀？楼下直播，哎呀，好尴尬呀！希望没有听到。希望他没有听到我在唱《快乐崇拜》，笑死了！他来找俺室友的，笑的。同学来哦！1, 2, 3, here we go. 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肉，看出来了，应该没有老古寡。谢谢977年光棒，不要隐没了。又望春风左摇，我之前不太会这个歌哎。我们的存在有什么期待？快乐你要请他一定来呀。不如一起精彩，请你慷慨干嘛？叫吾皇万岁。不要阴谋，不要阴谋。叫吾皇万岁。Big girl, 紧裤子紧上衣，秀出你的身材哟。我不会唱这个了，
什么不会是酒海吧？他叫小张，哦，小张老师，他们起的，因为有一次他替我直播了，一小伙啊，跟我快乐崇拜，存在，期待，已经来呀。哦，说起来，我想唱一下上次唱的那个，我上次唱的那个叫啥来着？就是那个，我那天在唱错了的那个，没唱好的那个。哦，就是这个。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？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？偷偷的看着你，要让我等多久？爱就爱，不要慵懒动作。又是一个寂寞的单身派对，仿佛没人参加，只有我不想去，不想打扮，不是因为无所谓。哨子一吹，好难呀。A party here, a party there, 实在不啊，不行，我还是不会词儿，我只会几句。哈哈哈哈。嗯，要不要今天就改成情感电台？怎么大家都在 emo 呀？感觉哎，我们吾皇就不一样了，他永远是这个表情，他就是一直是这个样子，这样，这是。悲伤的吾皇，这是愤怒的吾皇，他就是开心不起来。嗯，Sally， 是谁的？谁唱的呀？是谁唱的呀？好多版本呢。一个韩国人，嗯，嘿，巴扎嘿，我会这样。怎么是这种风格的？是不是这种感觉？感觉很适合跳蒙古舞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我就说感觉好熟悉啊！哦，哦，我知道的是那个舞，是不？三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个好像还有人艾特过我，让我跳。一股那个啥味儿啊，一股咖喱味的。对，就是那，这叫 sailing。不错，听起来就是很有那个啥。97什么时候能？97我不理你过吗？抱的是一只，我怎么感觉我像是给他做广告似的呢？就是我没有收钱啊。这是那个叫吾皇万岁的一个小宠物。就是被大家召唤过来的啊，我平时不会抱着他直播。童年回忆小零食啊，知道了，有没有猴王丹？你们吃过猴王丹吗？在干嘛？在直播呀，在工作呀？没有。还有人要点歌吗？我一直
是吧？我也觉得很印度。换一首，换一首。听点说唱要不？感觉好久没听了。我随便搜一搜，就是说收藏了一大堆。哎呀妈，怎么都无音源呢？算了，随便放了。算了，我让小张老师在旁边面壁思过一会儿啊。听什么歌？辣妹平时听什么歌？就听这个吧。对啊，大家都好像都比起我更关心他呀。当然了，我认识他呀，虽然只是认识的程度。你不要小张老师，行，反正小张老师辞职了，作业好多呢，快写吧。最近可能是那个什么，突然有点社交牛牛症发作了。今天下楼好几次，都在边跳边想。吃晚饭了，当然吃了。我吃饭可早了，5点多就吃的，因为午饭吃的很少。他只能帮你一会儿，但是并不能一直帮你，所以你还是要靠自己加油。John, no flex, John。我昨天在 B 站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，一个人他学韩语歌，然后都是自己写，自己一遍一遍听歌写那个中文的那种音译的词，你们知道？给我笑死了！你们之前有，以前最开始小的时候学英语的时候有那么干过吗？就是自己写音译吧，比如说 bus 就写那个。大四这种的，还有什么就是这种类型的、是吗？笑的真的太好笑了，咱看那个版本的实在是被笑死了。对，没学音标之前都这么干。我后来也是，就是上高中时候不务正业，咱抄韩语歌词，因为就是我现在对韩语的水平也是只是看到词儿都会念，然后个别的我能知道是啥意思，但是就基本停留在只会念的程度。上高中的时候就天天上课抄完歌词就是一遍一遍顺，怎么都念不顺。那我们不一样，我就像小学的时候，人就是嘛在退化，当然不是所有人，我只是说我自己。上小学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就是喜欢自己写那个词，填词，然后写诗，当时还给自己起过笔名，然后专门有一个小本本，用特别丑特别歪曲的字体写着那些。当时我想想，有一次是下雨，就是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，然后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也写，反正就是那种类型的。后来上初中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个特别喜欢现代诗的老师，他就经常会给我们积累现代诗，然后我就开始写现代诗，就上初中的时候。后来上了高中，咱就是说也不咋写现代诗了，但是还是会自己写歌词，就是经常自己写歌词，包括就是受一些情伤 emo 的时候也是写歌词来发泄。然后上高三的时候还是上高二的时候，看当时那段时间一直在看萧红的文章，之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写散文，就语气啥都跟萧红特别像，虽然没有特别模仿。后来上了大学，咱这些东西基本全忘光了。就是能憋出来一个月能憋出来一篇歌词就不错了。就是一个在退化的程度。
所以觉得，哎，读书真的不能搁置。嗯，对，《呼兰河传》那种。哇哦，那你汉语应该也不错呀，那挺好呀。天天往琴房跑，你也好哎呀，不错，就是说常常经常练习就很好。慢慢的，它就从你的兴趣变成了你的特长，变成了你的一技之长。谢谢，你好爱我。高中也要考啊。嗯，你要上学，好，那你好好学习。怎么可能解放呀？但是我是没想到会把体育放到算到高考，它是算到高考分数里面还是怎么？咱也没整明白。嗯，没有，只是抬不动了，可能是。太惨，要不你跳级怎么样？谢谢九七七给你光棒，那么甜。真的，小七，我劝你，要不跳个级，就不用那个啥了。啊，那就及格就行呗。太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太不变通了。跳级到大学毕业。最好是现在允许了。完了，友友们，我又控制不住，又想吃东西了。啊！好惨啊！谢谢你。嗯，是吗？我之前也是用手机搞的，用手机弄网页版。但是你到以后填志愿还是得用毕业证的，就是你上大学肯定要有高中毕业证才行。是的，我好爱他。那肯定不是，是香菇脆啊，宝贝们！来到直播间的宝贝们啊，这是我最爱吃的零食香菇脆。然后放学休息，那你们放学还是下门在？今天咱们这香菇脆啊，这么一大包。将近300克，平时你去外面买要多少钱？要至少七八十啊！今天我给你们一个友情价，19.9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啊，19.9，同时还赠你10个分装袋。好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3、2、1，我知道了，不给你吃，我自己吃。真的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就是来晚了，浪彩啥时候再给咱来一回面试，咱绝对去应聘啊！不吃了，是那么盐摄入太多，那我一次只吃几个应该可以吧？我少吃点可以吧？但是浪彩现在不卖吃的了，很可惜，人家转型了。哎呀，但多打一份工就是多挣一份钱呀，还是好可惜，生不逢时啊，生不逢时。
也真的颜色乳会很多吗？我真的有开始害怕了，因为我太爱吃了。那我下次以后一次就吃几颗，像我奶奶一样。本来还想那个下次再去那边的时候再买一袋寄给我奶奶的，因为她也很喜欢吃，虽然她也是一次只舍得吃几颗。它是散装的，所以它没有配料百分比。真的吗？好可惜啊。对呀，其实上学的时候有那种，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有去参加过那种艺考生的辅导班，就是其实也不用干什么，就晚上去那儿帮他们答疑解惑，他们不会的题就是问问你这样的。忘了多少钱了，但是那段时间还是算是说给自己多赚一点零花钱吧。等你高中毕业再看看。希望等你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还是在这里。哦，小学的孩子那很闹挺的，而且老师给你看了我的直播，什么情况？而且小学孩子可能就是容易你用你的方式讲，他们听不懂。就其实我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再去给高中生讲题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套用一些大学数学的思维，但是他们也没学过，所以就有的时候反倒不好讲。海海老师的英语课不是小七啥都没讲会吗？但是你们真的好好啊。没事，慢慢锻炼吧，不可能一开始就有耐心的。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说，我之前一直以为讲数学会最容易没有耐心，因为这个数学这个东西嘛，就是会就是会，不会说就是不会。你给他讲100遍，他可能他绕不去那个弯，他就是不会。后来我发现了，语文更难讲，就是因为数学吧，他可能还是因为。就是说一个死胡同。不认真在这，那你就惩罚他。你也当不了老师了，孤寡，你这没个耐心。明年去考教资可以啊，多考一个证以后就是多一条路。为什么你觉得困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放音乐了。那好，那我放点开心的音乐。我这的音乐怎么都是这样的。我笑死我，在放我的歌单感觉都是那种听着会睡着的歌呢。太差了，哎 ,Funky Party, 来了，我们一起 Party。人家不一定愿意回来呢，万一。哇，帷幕修复我也觉得很有意思，觉得好厉害呀。我也不知道，不会是就是说什么人信什么人吧，虽然我并没有很想当老师。没歌词。哎，嘉欣不错，姿势。同行，你问问你是，你说把你的职业报下来。我觉得这里的同行最多的应该都是学生。
太大声。市场营销叫 Ring My Bell， Ring My Bell。不够方向，换一首。我知道啊，我说我意思是，这里同行最多的应该是学生。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这首歌好适合跳 party。是吗？我看看，我准备好拳击套啊，拳击手套开始准备。哇，是，好厉害！我怎么记得？我记得好像我的粉丝里有一个也是学设计的，什么骑士吗？我记得有一个。有一个是学设计，但是可能不是跟你不是一种设计，它是那种平面设计。啊，是的，你是说上场？哦、啊，哇哦，应该有，只是可能不在线呢。因为我记得有一个，你是小孩管理，不错，我是粉丝管理，偷偷闲不说，好家伙，真的。那我算不算偷偷出道？就是咱们都是管理。议论怎么才能拿高分？表情管理，还有头皮管理，议论，感觉，哎呦，我都不知道，感觉现在的是不是都是比较模板化的？对，肢体管理说得好，还有声带管理，还有什么？今天没画眉毛，别看不出来。服装管理 ，Hello， 自我管理，拿个绳，自我管理能力很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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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话说有人知道那个万圣节的圣血什么时候出吗？我很想看看给我拍成了什么样子。妈的！我在直播，我当然看不到呀。14号，咱有种不好的预感啊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你们在哪看着的呀？照片在哪看着的？是不是在那个商城有那种什么？哦，我去看看。找找啊。在哪找？我搜一下。没有，有可能是我真的是，我发现他们后来第二天的，
他们第二天拍的都穿着自己的私服呀，为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穿他们的衣服呀？我气死了。哇，他们的还都挺好看的呀，为什么呀？我也想穿自己的私服拍呀。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人呢都还可以。哇，好帅。给我看沉默了呀，有人吗？我这个衣服在他们的，我这个衣服夹在他们中间，就是感觉，我在干嘛？我是从哪里来的？偷偷的嘴，偷偷的唇色怎么那么浅呀？真的是有被无语的沉默了，对，比总选那个好，确实，那确实是，那个是很难，一般照片比不过他丑。真不错啊，给我看笑了。拍的都开心，那确实拍立得，哎呀不行，拍立得有人想看吗？咱就说我当时也没拍清楚。算了，我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清是不是，那我就可以给你们看。有商有量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有明白这个梗？只能说这个拍立得就是观后感，我给别人看的观后感就是好瘦呀。笑死了，他和谁呀？九九和谁呀？笑死！我现在有点后悔，因为有一张我发现我也挺喜欢的哦，但是我没有给他签名。他那个里面是有签名的还是没有签名的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就是说，咱只能说这个拍立得唯一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呢，他没拍到。他没惊到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只有一个？咱笑晕了呀！怎么会这样呀？给大家就是稍微看一下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一整个大暴露。很暴露。笑死了，怎么这么傻呀，朱明。是一共有几个名额呀？我怎么没有？啊，他好惨呀，太惨了，吃吧，吃啦，吃啦，咱就吃饭。没事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下次就以公司的情况看，我觉得不久之后应该就会有下次，比如说什么双十一应该不会附近，万圣节肯定会。我也不知道。就是说那天好像只有我们那波是穿了就是公司给准备的衣服。哦，圣诞节，对不起。
还有后来我发现第二天呢都在穿私服，就是非常后悔。你们觉得圣诞节会有吗？我感觉应该会有。我把头套戴上都热死了。同人是谁？我去拍就有。准备睡吧，我睡着。前面露出的眼睛了，真好。我的鸭子嘴咋这么大呢？嗯，不行，太热了。好吧。想睡觉了，真的。在瞪你，是的，就是在瞪你，在瞪你每一个 emo 的小朋友。帽帽的侧面，这个吗？好，鸡披风，下次再说吧啊，咱一次只能折腾一下。这毛毛长到鼻子好痒呀。哪里敷衍了？主要是我给它放起来了，它那么珍贵，我一定要给它放在一个非常不会落灰的地方，对吧？哎呀，这点有人在直播吗？要不然咱连看的都不认识。不是，你信了，我也信了。没有啊。没有没有，箱底都能落灰了。看鸭子撇嘴。全是一模一样的。说起拍立得，感觉是不是还是我总选的那套最好看呀？穿西装的那个。谢谢海洋柠檬棒。打算呀，一会儿就去拍。当然了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我今天答应你们的袜子也穿了，咋地？还想咋地？古寡又在中间呢，在中间干啥呢？古寡在中间像在那逗狗似的。你看他那个手冲那边那个小柴犬，小柴犬正好也在走，走两步也看不见。刚才不是走了吗？你们也看不见。哇，是吗？我都不记得长什么，我看一眼。
翻一翻我之前拍的，我也觉得还是总选的拍的好看，吃醋了。你们可以，那你们可以把我发在微博里边的照片打印出来，就像帕里德一样，对吧？在微博里面不是也发了我穿这套衣服的那个这种照片吗？对吧？你们可以打印出来，假装帕里德。你看看总选的时候是几号？非常久远。Go. 怎么说的 ？Baby, it's a cry for time. 算了，找不到。没有签名膜的精髓。什么呀？派立德的签名吗？还是什么？哦，懂了。那你们可以再打印一下我的签名，印出来。是不是？非常有道理哈。No, I still love you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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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对对对，把签名贴上去的打印。当然不提倡，就是只是在你们实在是报那个，实在是抢不到的情况下啊。看看我今天的，你们就自己卷吧。你们又在卷什么呀？我怎么没看弹幕就不知道你们说啥？哦，知道了，贴贴。我感觉我戴这个帽子就像是古代的那个啥似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个那种帽子。啊啦啦 ，to know to know to know， 悠悠们，我准备我四十的时候下播怎么样？我一会儿去挑一挑衣服拍那个。在这跟我讨价还价，今天晚上应该会有吧？今天晚上，应该会有吧？我尽量了，不是今晚就明晚，反正再过几天就不在那过这个时限了。还是戴上眼镜好看，就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感觉我不戴眼镜，不戴眼镜和戴眼镜像俩人。就是说，再过一阵儿就已经过气了这个话题。你在笑什么？猫猫一般不怎么发弹幕，像一般发弹幕都非常的严谨。在听，知道了。你看，就是惜字如金，给大家介绍一个成语。你们两个像是看到了不能调戏。刚同学被妈妈骂，就是说不能逃学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冒险。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完了，家了。你回去就是孤寡，我叫你
你就用你现在会张这个姿势去跪给猫猫看。去认罪吧。主管你可真棒啊。我要是他我也会生气。你要是在忙就算了，但是你并没有在忙，你就是在看手机，在看我直播，是不是？人呢？人呢？人害怕藏起来了。笑死了。已经从这个里边感受到很生气了。我感觉也是。我发现怎么办该回个什么呢？先道个歉再说吧。好，对不起，咱就是说艺术表演嘛，都是有一点夸张的成分在里面。说起来我想到老师还没回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又不敢去 Q 他。因为我今天中午的时候6点他俩打游戏，7点半直播啊。那打游戏和看直播的空档就没有时间回一下我们猫猫吗？哎，小川你好。太差劲，对吧？叶总不回我就算了，我就是已经习惯了。咱现在不知道该怎么 Q 老师。没有，他们在批斗古馆呢，有可能吧。是的，批斗大会。那咱们先换个话题吧，不理他了，让他自己就是面壁思过，像小张老师一样。咱们换个话题。小张老师，你看那个，咱今天讲点啥呢？喵。你说啥玩意儿？我的事儿。啊，咱也听不懂。小号真的吗？一样的。啦啦啦啦啦！看看，今天看到的那个《夏目友人帐》里面，对，没摘。《夏目友人帐》里面就是第一话里面就有一个可爱的招财猫，我从来不摘猫的标签。不给。你管97要去。哎呀，等会儿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，家人们，我完，哎呀，累死了。我不知道啥时候，刚才坐下来的时候，把那个衣服后边坐下去了，然后前面就是两个腿一整个被捆住了的状态，以为被绑架了。谢谢潘仔的荧光棒。给我整个。
金什么族，给我帽子也整的那啥，戴帽子戴的好累。什么呀，也看到什么呀，哦，那是猪吗？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怪兽吗？那是猪。对，我好久没玩了，我今天看 B 站才知道居然出了新歌，哈利波特里面那个舞会。把我的这个袜子提一提啊，今天其实差点忘了穿这个袜子，然后就换衣服的时候觉得脚好凉，想穿个袜子，突然就这双袜子放在外边，就想起来了，就穿上咱的那个美腿啊。美腿，笑死了。什么毛病？嗯，好。嗯，我妈听错了，突然又语塞了，家人，我是真的是不太擅长唠嗑，可能是。瞧不起谁呢？我就是我，好像三星。都跳过 SSS 的，不记得了。我就是说，我也没有那么长。我看一眼啊，太久不登了，结果发现登不上去了。啊，不对，非舞会时间是不是点不进去？突然反应过来，平均五星啊，真了不起！原来菜鸡六级，我那天看到托托他们。都已经打到什么什么传奇还是殿堂了，然而我还是在一个非常起始的等级啊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真的很笑死。蛇院的女人就不一样，是呀，你居然还赶上我直播了，我本来我说40下播的，然后我就是说多播了一会儿。你居然还赶上了，真是不容易。你们过生日咋过这么早呢？啊，他是今天过生日。魔法使拿过满分哦，真的可厉害。虽然也有过很差的时候，就是看运气吧，可能碰巧这轮我的题都会。嗯，快去写文案，快去，加油加油，快去加油，快去工作吧。那我就48下，一个有意识的员工。哎，就是那天有一天晚上在那里弹吉他，然后想弹一首一直特别喜欢的歌，但是它那个和弦吧是一个很别扭的节奏型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，就是很别手的一个节奏型，我就在那儿捅咕半天没捅咕明白，之后就发现那个 UP 主他前两天发了一首自己的新歌，不是大和爱，是那个就是他是正常的普通的和弦，但是节奏型比较别手，之后发现他前两天发了一首自己的新歌。然后那个 MV 就是做的真的超级超级好看，很特别的那种，就是它融合了很多那种手绘的画，反正就是它做的很好很好，
虽然说人家也是一个特别人多人特别多的团队做的，反正就当时看了就非常羡慕，然后就感觉有很多很多想学的东西，就是感觉有很多很多想学的东西，然后看着宿舍叹了一口气，因为上次就是买了编曲课，但是就是我们俩当时想的是在宿舍里边就是用，因为宿舍里边放不下那么多东西，就是一个电脑，那个还有买了声卡，也是就是上次用了试了一回，平时也不会再用它，因为没地方放，更别提买键盘了，就觉得好难受。克拉克哨笛是什么东西？听起来就是很黑，是不是那种跟卡祖笛差不多？然后又听说新中心明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进去，就更难受了。现在只能祈祷新中心的房间能稍微大一点。你有个想法？什么想法？你有一个想法？这个语句让我感觉很害怕，这个句式。那就是让我放脾气，笑死了。就是我一直理想的家里，就是我理想的家就是那种有一个房间是有一面镜子那种武士，然后有一个房间是有电脑还有一些那种键盘什么的，就是专门有乐器的一个房间，然后再有一个书房，就是可以写字看书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愿望估计在上海是一时半会实现不了，上海的房价。他怎么会玩魔方吗？不是很会，我顶多还原一面，我就是个菜鸡。大日子不会是光棍节吧？那是什么？十一月份还有什么大日子？冬至吗？难道？我大学室友生日是520，特别好，特别浪漫的日子啊！8:48了啊！8:49了啊！哎呦啊！哦，对，我爸爸的生日是11月29，跟12月21那会魔方，但是我只会一层，但是人家复原另一层不会打乱这一层，我复原另一层就会把打乱这一层。11月30号算什么大日子呀，亲？但是你跟我大学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天耶，9:49，哈哈哈，这么难，复原图纸，谢谢你，你可以扔给我吗？我也挺想要的，虽然我现在没有魔方，我可以买一个，锻炼一下我的大脑。哦，知道了，你说是这个大日子。哦，对呀、啊，他们是530，然后11月30。没有，他是天蝎座，他是11月21，天蝎的尾巴。但是又没有机会看他们演唱会，可能。做梦都在跟同学儿跳舞，笑死了！谢谢，好像一条狗啊的恶魔头饰。你的头像真的是不错，时刻提醒着我们头号心不好。谢谢小团的糖果。感觉可能性应该很小的。
是呀，万一呢？万一就是搞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再跳一遍，我瞎猜的。头号任务，我一般会说，我可能会说成终极新闻。嗯哼，周年，对，也不算快了吧，12月份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说具体事情，没有人说就等有人说了我再说吧。咱不敢提前说，反正就是12月份。我要想想跳什么。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不，好像应该不算普通的店，应该是要可能会玩点游戏吧，应该，因为他名字不像是普通的店员。上次那个姐姐问了一个 staff 姐姐，好像说可能要玩个游戏什么的，就是去年是什么样的，俺不知道。哦，知道了。对，7号有电影，有一个叫粉丝互动，双十一粉丝互动。哦，好，还挺有意思的，凑合用，不错。玩游戏就挺好玩的，不在那儿干坐着聊天。行，我会尽量就是给大家不明显的放水。不错，什么时候能九海那个无声的三个？想看他们两个在地上俯卧撑。啊，好可惜呀、啊！我已经准备下播了。Lookout， 跳原始版本的 Lookout， 挺酷的。去吧去吧，好的。加班人辛苦了。那我准备下播了，友友们。我去找衣服去了，想早点拍，早点那个什么。下次见哦。我播我自己。我播我自己。机长，机长。哎呀，不小心把我的那个啥手相暴露了。机长，机长，你们回去钉钉吧。拜拜，钉钉了，钉钉去吧，你们。